控制不了自己，我其他事情都不想去做，我就想去吃。长期下去的话，可能会演化成一种精神性的暴食行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里是不知名同学。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其实我主要想给大家聊聊情绪化进食、压力性进食这个问题，顺便也做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的视频，边化妆边跟大家聊聊我自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想法，以及我是如何克服和解决情绪化进食的。如果你对于我是怎么化成这个仙女妆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对于情绪化进食感兴趣的话，那就接着往下看吧。上底妆之前，我先来遮个瑕。我用的是歌剧魅影的六色的遮瑕盘，这个都印黑眼圈。在网上也找了一些图片，我可能会参考一些妆容的创意灵感。其实我还不知道最后会画成什么样子，我希望不要翻车，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这个类型的妆。我们就边画边说吧。情绪化进食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你进食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你的饥饿感，而是为了满足你的某种情绪，通过吃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而不是生理需求。这种进食模式它产生的原因是完全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他在童年的时候缺爱，习惯通过摄取食物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感觉到爱，通过食物来填满自己。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工作压力大，压力激素分泌，皮质醇分泌也会让你想吃一些高糖高油的东西，都是正常的。如果你在减肥节食，也会提高你对食物的这个感知，然后一有压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也会吃得更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突然一下子想吃很多的东西，短期内无法克制自己这种食欲，明明知道自己不饿，但是就是忍不住要吃。如果你们也有的话，可以在屏幕上给我扣个一，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还挺常发生这个情况的。粉底我用的是这个 MAC NC12， 不要用太多吧，多了的话会显得比较厚重。那我还是拿它配套的这个170号的刷子来上。其实情绪化进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行为，因为我们从小其实就是从母乳当中获得这个安全感，所以其实是一个自然的机制，就是你感到压力了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就想要通过吃来满足自己，获得一个安全感。在女性当中的高发程度要比男性要高，就是大部分的女生有情绪的时候可能会想着要去吃点东西来缓解。肥胖人群高发率要高一些，你们不要太害怕它。但是我为什么要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呢？情绪化进食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是从你有情绪了有压力了就想吃，到你吃了以后自我责怪，这个怪圈如果它长期下去的话，可能会演化成一种精神性的暴食行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想避免的。那我今天其实也想给大家谈谈我自己是怎么走出情绪化进食，有哪些解决的办法，在发生这个行为之前和发生这个行为之后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会有情绪化进食，你们可以在屏幕上告诉我。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看过我前两个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最近在有运动减肥嘛，有一段时间我摄入的肯定是要比我消耗的要少的，所以我其实一直存在一个热量缺口。然后在这个轻微节食的状态底下，我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一有压力去吃的这个冲动，因为我会有一点想着食物，可能会画一个偏紫色系的眼妆吧，用这两个，一个是 MAC 的 Hawks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紫色的眼影，还有一个是 Trended Up 的这个有点珠光的这么个眼影盘，先用 MAC 的 Omega 打一个眼眶的轮廓吧。因为我前两天又经历了一次情绪化进食，上周五的时候那天晚上突然就很想吃零食，然后我压力很大。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已经有10天左右的时间就控制自己没有太吃零食，其实我有点想戒掉这种不健康的零食，控制了以后就导致我在压力的情况下很想吃东西。晚餐结束以后深夜大概11点左右，我又蒸了一点红薯紫薯，又吃了一些巧克力啊薯片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这次吃的时候呢，我总体都处于一个心情比较好，吃的也很愉快，然后事后也正常生活的状态，没有完全被那个情绪给限制住。过了一两天以后，我也有正常的运动，我感觉已经到了我能够处理我的情绪，处理我饥饿感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就先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从你想吃然后到你进食，一直到你又产生罪恶感，你想要打破这个进程，要不你就是打破前半段，从情绪导致你想吃的这个阶段，或者是你打破后
后半段，就是吃完了以后产生负罪感的这个阶段。要从根源上去避免你情绪化进食的话，你要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去情绪化进食，你是因为缺爱呢，还是因为长期养成了这样的一个用吃来解决情绪的习惯呢，还是因为偶尔的压力，或者是因为节食等等。在你清楚了你的原因之后，你要去解决这个原因。你如果能够解决这个产生的情绪产生的压力，那你也就不会暴食了。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自己因为亲身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解决这个压力有多难。因为你生活里会有很多给你带来压力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让这件事情都不去发生的。所以比较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个避免问题，因为很难避免，而是情绪到来了以后你怎么去应对它。现在两边都像被人打肿了，就手上吧。很多人可能会教你们的一个办法，然后也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就是我之前在我的那个运动视频里给大家分享过的，我写了一个幸福感小事转移注意力清单，也是有一定作用的。你在突然想吃的时候去转移注意力做点别的事情，但是呢它不是一直有用。因为有的时候想吃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我其他事情都不想去做，我就想去吃。所以如果转移注意力对你没有用的话，你应该怎么办？拿一支黑色的眼线笔画一下上眼线，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用的。我自己暴食到来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先去喝两大杯水。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渴了的感觉跟饿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你喝完水以后还是觉得很饿很想吃。所以你喝完水以后，我建议先从低热量的东西开始吃，先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像我这次我想吃的时候，我就先蒸了一个红薯，反正先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我知道这些健康的东西肯定不会让你感觉很幸福，肯定让你觉得我还是想吃，但是今天已经决定了我要暴食，我就会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是我先把健康的东西吃一遍，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胃已经被塞满了一部分了，等一下吃不健康的东西薯片零食的时候，你就不会吃太多下去，就可以先从低热量的吃起，再吃高热量的。不是让你不吃，高热量的可以吃。那如果你已经吃完了你想吃的健康的东西，或者说你就很想吃高热量的东西，那你就直接放开吃。我补几根下睫毛吧，最近画了几次下睫毛，觉得画下睫毛的技术好像好了一点。我再拿一个白色的这个眼线胶吧，拿一个细一点的这个眼线刷，画一个白色的下眼线啊，就蘸一点。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对于食物的享受，那种压力的释放。我画的好夸张。最好的状态是你吃到觉得可以了，不想吃了你就停下。我自己这次最有感触的一个部分就是吃完以后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件事情。我建议大家吃完了以后千万不要去称体重，称体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焦虑。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必要为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再去浪费我的精力，浪费我的情绪，让自己活得这么不开心。人就这一辈子何必呢？你要相信你的身体它也会原谅你的，不是犯了一个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它不会把你这次吃进去的你认为的所有的罪恶感和脂肪都囤积下来。第二天你应该去做点什么？首先你可以多喝点水。你一般情绪化进食吃进去的东西都是不太健康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啦等等，对你的身体还是会有一定的负担。所以我建议大家第二天要多喝水，把前一天的这个毒素啦比较好的排出去。用一个美宝莲的这个睫毛打底，准备先刷一下，然后等一下贴个假睫毛。睫毛膏我就拿 Trended Up 这个极细的先刷一下真睫毛，然后它会比较容易跟假睫毛粘在一起，不容易产生断层。睫毛我用的是挺一起的202吧，不要问我为什么用这个，因为我只有这个。第二天除了喝水以外，你当然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日常活动啊或者运动的方式去稍微多燃烧多消耗一点热量。别跟我学贴假睫毛，我真的不太会贴。假睫毛也刷一下吧，用这个欧莱雅的橘黄色的睫毛膏。你们如果在健身的话，第二天想增大一点运动量，最好的办法是去健身房推一点大重量的器械，前一天正好多吃了，第二天比较力量，或者是出去跑跑步啦。当然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日常生活的消耗是很重要的，去散散步啦，逛逛街，多做一些家务，多动一动。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即使你想第二天多去消耗一点，也不能去进食，不能完全不吃东西。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会让你产生啊，我要把前一天的热量代谢掉的话，我只要第二天不吃东西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就会让你下次觉得好像多吃也没什么，暴食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总归可以通过第二天不吃东西来补偿它嘛，就是把这个热量缺口给它空出来。这样的话对你改掉情绪性进食这件事情是更有坏处的。如果你真的实在是想第二天少吃一点，那你就在你原本应该摄取的热量卡路里里面少吃那么一两百大卡，这样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现在再把我面部的一些阴影高光的地方打一下 NYX 的花色遮瑕盘吧，哎，不是修容盘。然后额头修小一点，我额头有点大，这个底下打一下。那我先把眉毛画了，用的是 NYX 的
伤头的眉笔。我刚才其实讲的所有的这些方式，在我这次爆发的时候对我自己都是挺有帮助的。一般来说我吃完了我都会觉得啊，今天不应该吃，今天就是热量超标了什么的，但那天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要吃，我就是要享受，我就是要开心，所以我那天吃的也特别特别开心。吃完了以后反正我就早早睡觉了，其实还是有一点睡不着的，因为吃的太多了，不建议大家晚上吃的太迟。第二天我晚上回来做了一些臀腿的负重训练，白天我也出门去逛了个街，可能走了不到10000步吧。这个细头眉笔我觉得它很好画出这个眉流一根一根的感觉，所以我现在都用这种细的画的比较多，就按照我本身的眉形画出毛流感就好。腮红我就用的是 MAC 的有点软糯的这个仙女妆，我想腮红就整个在眼下和鼻子这边扫一下。反正我那天这样吃过以后过了几天我觉得状态都很好。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负罪感，也是我们对自己过于完美主义的一个要求。如果你接受自己不完美，你接受自己不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能够控制住自己食欲的人，你也接受你可能吃了会长胖的这个事实，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话，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就不会那么严重了，也不要所有的时候都在克制自己。说到克制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我这次爆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减肥。其实节食这个事情长期对女生来说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你减肥的话少吃一点，也不要把少吃的这个过程拉得很长，不然对于你的荷尔蒙代谢都不会很好。所以就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长期节食，因为节食会增加你的这个 food focus， 就是对于食物会有一个高度的集中的感觉，导致你突然去吃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减肥的时候我也是从来都不主张就是少吃很多的人。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很想吃一个巧克力，那你就吃一个巧克力，因为你压抑的越久，你亏待自己亏待的越狠，你身体就可能哪一天它就会有补偿性报复性的想要多吃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减肥的时候如果今天真的很想吃巧克力，那我就吃一颗，不要吃太多。我鼻头拿那个阴影扫两笔，让它吐多了，有一点小鹿鼻的感觉，这里来一道。鼻子上的高光然后露华浓的，反正就闪得比较厉害的一个盘。我刚才讲的不都是解决情绪化进食的第二环，归根结底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肯定要解决你情绪的这个问题。我好像银角大王，一定要回到问题的开始，哪怕你当天无法去解决情绪的这个问题，第二天呢你也一定要在你情绪稳定的状态下解决那个问题，这样你才不会第二天第三天连着一直去暴食，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接下来就进入了最好玩的环节，画画的环节。还是拿刚才的白色的眼线笔给脸上点几个小点。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情绪化进食或者是压力化进食，并不是暴食，这个问题你们要分清。如果你是不停不停的去发作，甚至是出现一些催吐啦比较极端的这个情况，产生压力的时候你总是通过狂吃这件事情来解决的话，那你可能患了就是精神性的进食障碍，比如说暴食症或者是贪食症等等，一定一定要去看医生，好不好？因为医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他也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疗法，比较科学的针对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像我一样偶尔产生这样的问题，其实你也不要过度恐慌，觉得自己是不是立刻得了暴食症，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涂到鼻子上去了，有一个白的，我觉得可以贴点 bling bling 的东西在眼睛下面。我还是拿那个粘假睫毛的胶水，你们觉得好看吗？再粘一个蝴蝶蝶蝶。哦，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涂口红，我说怎么好像没有气色。我先把这个蝴蝶粘完吧，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脸上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贴个东西，这个东西还贴个这个链状的好还是这种一节一节的好。其实讲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爱自己，珍惜自己身体给自己发出的信号，饿的时候吃，不饿的时候不要暴食，你要知道哪天食物让自己身体舒服。我先试一下，决定拿这个波浪，就这样吧。放在这时候把口红涂了，我就还是涂 MAC 997，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唇釉，就是一个比较好看的裸色，有点玫瑰豆沙。我好像上一个卸妆的视频里也是啊，涂了这个口红，涂到边上去了。哦，上去了，上去了，是不是贴的太高了一点？你觉得好看吗？这个东西有没有像有点像孙悟空啊？没有。我在头中央再加一个这个小的东西。我觉得刚刚那个不太好，撕掉重换了一个，然后我现在要 bling bling 的，所以我嘴唇上上一点点的高光。好了，那这就是我最后的仙女妆了。然后我刚刚觉得那个中间的横条还是太丑，所以我换成了这个几个小的圆的闪片，还有中间这个东西。不知道你们觉得今天这个妆怎么样呢？成功吗？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然后也可以在锁骨这里打一点高光，增加这个氛围感。我刚去把头发放下来，然后换了一个耳环，你觉得这样会过度浮夸吗？
是我脸上东西有点多，然后又弄了一个这个耳环。今天这个视频其实也只是想给大家随便聊聊情绪化进食这件事情。我的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爱护自己的身体，享受美食，也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如果发生了情绪性进食，那你就好好的去解决它，如果没有到来的话，我们就要去尽可能的调控自己的情绪，避免它的到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闲聊加化妆的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一键三连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